这熊刚才咬了三四只鱼，都没抓着。抓着一条，这是抱住的。这条可怜的鱼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先吃鱼皮，再吃鱼尾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是鱼籽。行了，这个鱼的美味的早餐已经享受了。最后咱俩吃鱼头。鱼头了，鱼头泡饼喽。嗯，再看看这条酸鱼。借这个空的话呢，大量三文鱼的话呢跳上了瀑布，这也就是说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就是说他们牺牲小我成全大我。我觉得很多跳失败的鱼下来之后肯定被震晕了，然后熊在底下接着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那拜拜喽。你可以看到这只熊的脖子上的话呢，有很多的伤痕，都是被别的熊咬的和抓的。熊之间呢也是有争斗的。这里头昨天又看见至少十二只熊，
然后他们互相也在大叫吼叫什么。